第二十三题，将一只蚱蜢置于平面镜前，则下列哪一个成像是正确的？我们这由生活经验就会知道哪个成像是正确的。用老师上课教的，平面镜的成像是一个正立相等的虚像，所以要正立，所以 C 跟猪呢都是错的。老师上课也提示过，我们也做过活动，我们平面镜的成像前后是相反的，我们平常有背所谓的左右相反，那么前后要颠倒的，所以选项 B 呢是正确的。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哪一个成像是正确的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